有48万人躲在下面，2万人在街头，所以我说啊，这一块遮羞布啊，这么的长。韩国瑜话说得好酸，他的七舅李明哲可能没听到，找来谢罗乡亲如法炮制 ，We Care 不调羹。蔡英文政府到处违章。同款绿布条长12公尺，上头写着国家机器追杀百姓，到此为止。李明哲率乡亲前往抗议，怒火止不住。国安署对外声明说要1个月之后这个成果才会出来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政府要怎么操作，也许他在选前然后再给你公布这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国产署18号开挖李明哲父亲李日贵20年前经营的砂石场旧址，38点挖无废弃物，不到1星期又来，以网格法采样土壤，化验有无残留重金属。要看看有没有受到重金属的污染，那大概会验有8种重金属。国产署中区分署长再度督军上阵，警方不敢大意隔出人墙，生怕抗议民众情绪过于激动与国产署擦枪走火，妨碍作业。三立新闻刘怡德与您报道。